瑞文港。绿木头的技术有提升吗？哎呀，我这技术你肯定没问题啦，啧啧称奇啊。什么黑人采棉花？不要乱讲话！我跟你讲，现在 Twitch 不是只会变实况组啊！你在那边乱讲话，连你都会被 ban 哦！我跟你讲，不要乱讲话啊！什么黑人采棉花？你讲这种东西不好哦，现在很可怕的哦！哦，不是只会 ban 实况组的你啊，聊天室也会被永 ban 哦。不是说实况组永 ban 你，是你被退去永 ban 哦。小鸡想加入，内地线会寄传票要求删除吗？要看吧，看你有背景就会了。你没变他，好像你会吃规范。我有口头禁，我有口头制止啊，我有看过，口头制止就不关我的事了，好不好？我严重的、强烈的抗议，然后希望不要有这样的发言，这样可以吧？哦、我已经讲了、哦、不要变我。我强烈谴责。严重的抗议，后面笑声发破功了没有？我有讲啦，我是用愉悦的心情、严肃的态度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口头制止，对啊，我口头制止啊，混沌要打成了，可以疯狂打，这两天。就是要开始集火了，要请他吃吃我们的那个，我们把车开到这里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把这个木头弄一弄。这边应该是我这边应该是我们家的吧？我今天把剩下的东西弄一弄啦。可是我觉得要找一个专业来搞这个木头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发现我们这边都没人会玩这个车子啊。还是说是真的很难吗？可是我觉得不难啊。这真的很难吗？然后今天有观众跟我讲说，这东西啊，它的那个价格是根据你的木头平不平整、直不直，然后锯的好不好看这样。所以前面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嘛，没有比较好的机器，就只能用这种东西。哎呦，怎么车子一直晃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这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夹起来吗？地形不对哦，不行呢。还是可以用推的。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碎啦！太大了吧，哈哈，太大了吧！而且一堆树瘤，哎，怎么跑进来？哇，糟了，一个被搞，害我刚才不能控制，我刚才一个失去控制啊。公安意外，不行欸，这样子好像还是有点困难。我觉得那个树可能要锯成两段，因为这台车子的。负重比没有那么大，我还是先收起来好了。对，太飘了，太飘了。它背后已经载一堆木头了，怎么突然？
这也太多了吧。地形不好，地形不好走啊。好，这样呢。手搬只能搬小的。好了，看看威尔森，看他发挥吧。我觉得威尔森应该没问题啊。我们再个几趟，把它卖一卖。其实这真的蛮难的呢。你们不要看这样子，我这个其实控制的算很好了，但是车子的问题啊。老皮，请原谅我在梦里做的事情。我只是想疼爱你，可是你却一直反抗我，都是你这个坏孩子逼我的。空三小，威尔森，你可以帮我锯一下吗？木头太长了，木头太长了。你帮我锯那个中间段好了，就是我的那个前缘啊。有没有？这太长啊！不是，你锯那个中间段，太长啊，载不下。砍一半，不是，砍一半，不要，砍一半就好，就是你看一下头在哪里，砍一半，速砍一半。你看它这么长。砍一半就好。No， 啊？为什么 No？Why？Why not？ 这个载得了吗？有点长。这样可以吗？我等下再把它往后抓一段看看好了。这应该会被罚吧？这应该会被公路警察罚吧？这已经完全超出他车子的范围了。这个不被警察罚，我才不相信，100%被罚。不行，他好像最大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不能带他转向？转一点，再来，拉高一点，再来。这个破图也太诡异了吧！再来，再这样，拉高。欸、可以，威尔森，你帮我搬一些小的在车上吧，我先再去卖掉。完蛋，不是我浮空了，救我，威尔森，救我！你帮我把下面木头搬出来啦。不行，完全碰不到。这个就是职业驾照鸡腿换的下场。没有，谁让他把东西堆在路上哦？可以了。
行不行？你帮我清条路好不好？你可以帮我清条路吗？DLC 要买吗？不用不用，你买原始就好了。可以帮我撞一下我车头吗？或 撞我车尾？当什么山老鼠？为什么不能好好当那个呢？不够力，不够力。不够力啦！车尾，车尾，车尾。我就是腿脚不利索，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面没有装轮胎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快了，快了，我快出来，我快出来了。找路出去看看啊，这边应该有路吧？哇，这视角困难。开始的树，威尔森，你帮我切一半啦！这样我怎么出去？你喜欢哪行啊？行不行？可以切掉吗？哦、oh, ，nice nice。早该这样了嘛。价格会掉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有些事情有一好没两好，你不可能两个都要。我们现在没有那个比较高级的，等到我们有比较高级的话就可以啊。现在就是不行、欸。这样可以吧？哦，谢！这到底我后照镜完全看不到东西。有了，我现在跟威尔森先卖一波吧，这波应该可以赚不少钱。不是，你车灯先关掉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，会夜盲症啊！夹着树直接开吗？也不是不行啊，但会有一些问题。哦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威尔森，可以了，可以开灯了。要怎么用车灯啊？我要等三老鼠习得。我不会用车灯诶、欸。F 键吗？我有时候用摇杆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车子里面的声音突然变好小。飙车飙车！我还想到时候小鸡农场那边，他们如果等他采收的时候，我就偷偷去旁边。把我的那个铲车放过去，
欸，你们这边是故意道路施工，挡在那边制造车祸，欸，不能这样恶意竞争啊。要让路啊！让路啊！让路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哪有大车让小车的道理？痞痞工具人，三宝，不是，哪有大车让小车的道理？我这边等一下我卡着，我要怎么移动？我移动不了，我不能回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让一下，这很合理啦。右转，大车司机超嚣张，一定要啊！欸，他这游戏电台会不会有版权？有吗？你们首先是说按 F 几是电台？你记得没有？五，你就不要有开小车的时候，等你开大车，你再来弄我 ，OK 的。我怕有版权啊。我们等一下弄完之后来种一下田吧。可是我们那边没有田可以种啊，怎么办？一般荒地可以做什么生意？谁是同步化那么久啊？田后面有真实电台哦。哦，那尽量不要养动物。我那边是山地啊，到了啦。哎呦！你再把我撞死，你想要熄火，哦？3000块而已哦。啊，两台车也卖3000块，不太少，啊。啊啊视角真的是很差，3000欧元好像也不是很好。还是我们去把这台车卖掉啊？我觉得这个赚不太大，赚不到太多钱哎，还是来做一些别的生意会比较好赚，你们觉得呢？一棵树3000欧啊？也不止吧，两三颗呢。马很赚，真的吗？Open Highway， 看一下有到底要不要卖车，我看可以卖多少好了。没有后照镜，这能卖多少？机具显像价值现在 还可以卖16万，16万，16万哦，
16万卖掉也不能干嘛，那还是不要卖好了啦。不要，那不要卖。其实这样赚也是赚蛮快了，几万几万这样赚。我找一个会三老鼠的观众好了。我知道怎么看后面啊，没有后照镜啊，没有后照镜啊，这有，哎、欸，这车也太狂了吧！希望不需要三老，那个不需要后照镜，不行。我等习德啦，等下叫习德帮我弄好了。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车子会翻啊！他开，你是要开打工的是吗？这是我们的车吗？那好像是我们的车子哎，还是我接打工任务给他们啊？这样我们可以同时做很多东西啊！我觉得我先拉个打工任务好了。施肥取消，失败，有没有打工任务啊？将物品从咖啡厅送到牧场，这种运送任务应该还不错吧？嗯，农场已经有一份合约了。有了有了，好了，先叫刚才那个观众去帮我们载水泥好了。你先留一根好夹的原木在地上当比例尺。也是哦，可是那个地形不好啊，地形真的不太好。这台车当初设计应该是在我别台车进去把原木夹出来之后，再放在这台车上面才对。讲实在的，应该是还有另外一台车子是专门进去里面夹的，不是开这台大卡车进去哦。这个是运输，这个不是去山上面开上去跟人家夹下来的哦。我们完全搞错这个车子的用法，可是另外一台很贵哎，那时候我看价格不便宜哎，好像也要快十几万啊。我们用倒车的好了。神救我！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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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加吗？我看现在几个人，人不多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先试试看载一车过去卖好了，载一车卖应该可以卖不少钱啊。销售那台可以买好一点，这台载不太动这一根呢，
我先拿后面小的好了啦。威尔森，可以帮我弄个车灯照一下吗？画薄啦，威尔森，画薄。哎，盲症啊！感谢威尔森。那个树叶是不是要处理掉，还卖比较贵啊？你把那个树叶剪掉好了。对，国外应该没有什么夜班的需求，像只有我们这边三老鼠才会需要夜班啊。晚上还比较好偷啊，等晚上去偷小鸡他们的树木好了。不是啊，你不是可以拿起来吗？欸，我先把引擎关掉。就可以拿起来吗？我的妈呀，这其实是可以拿的啊。捡起物件，小的都可以拿吧？哎呦，怎么一根那么大根是怎样？可以吗？用手拿比较快。为什么把它关闭？启动卡车，收起。这也可以拿吧？太重，有些就不行。像这种东西太重就不行了，给他经理资格好了，提升农场经理。怎么办？我们这边好像都没有几个比较靠谱的，但是感觉起来我们收入还是比小鸡那边好吧？我看一下好了，我这边可以看到他们的收入表吗？总数。工作收入、合约收入，以卖出的木头10000，然后买地跟买机器，机器250000，买地花了197000，快200000。偷小鸡的木头比较好卖，太重了。我在想说，应该是要去买那个。怪手山猫这种东西吧，就是那种有一种专门夹木头的山猫会比较好吧。哎，你不要让车子这边空转，会花钱哦。引擎熄火记得要把那个把它洗掉啊，那下来又不把它洗掉。我觉得我们去偷他们的木头好了，等习德来一定稳赚。习德。到现在还没出现啊！等你啊，等你！你一个人物，这个地真的太烂了，当初不该买这边的。我现在卖掉来得及吗？我在想，我把这边的木头砍光之后，把这个地卖了，然后去买新的地，这样有搞头吗？你们觉得这样有搞头吗？不
可以哦。还可以。觉得不要用滑鼠。满人。哇，那要有一个观众先离开呢。有没有观众没在做事的？我先把他踢掉。还可以离开伺服器，还可以还没进来就离开了。有啦有啦，有位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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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有位置有位置。威尔森，你帮我锯那个下面那个。威尔森，我看我那我们进 Discord， 我们要跟那个另外一间公司分开，这样还不会被他们听到我们的商业情报。记得 Discord。哎进来了吗？我刚刚好像提到你要来偷我们的木头。没有啦，你下去，你下去啦。我们要偷你木头啦。啊，下去啊，下去。当然要偷光啊，当然没有在客气的啊。敌对公司呢，对不对？我还不偷光。观众是无辜的，把我踢掉其实就能上了，有道理。自然可以玩这款吗？这款好玩哎、欸。自然可以吧。好。那我旁边那根小根的我有点不太行。哎。哎怎样？那、欸、有听到吗？有啊，听到啊。哦，没有啊，刚才怪怪的。消磨时间好玩，对啊，这很有趣、嗯。可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是，我们的员工都不太会。没事啊，怎么办？员工训练要好好努力的。哎、欸，无法建立多人游戏的连线，为什么这样？你再连一次看看。嗯，等一下。不是模拟农场，怎么变三老鼠了？三老鼠赚快钱，爽！密码就是那个嘛，0204，就是对吧、啊？0204啊，对。为什么会进不去、啊？再连一次看看、啊，不然你直接用我的那个好友加入看看。哎、嗯欸，你的好友没办法直接加进去、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没办法，还是不能加吗？对啊，为啥、啊？你关游戏再开一次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我有说你要把那个大的那根稍微切一下，因为它那一根太重了，我没办法把它拉起来。那一根我是拉不起来的。我们刚才拉了好几次都一直翻车，我觉得那个不是跟车子的，应该说车子本身重量没那么重的问题，它的承载只要一边斜了就直接歪了。但那个多人模式选择应该是。直接第一个就好了吧？对啊，你是选那个 international 吗？对啊，我看有人进来呢。嗯，为什么连线中请稍后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有人看有一个人连进来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无法建立多人游戏的连线，你关掉重开也不行吗？还是要新手教学啊？不用吧，我也没新手教学啊。是哦，那为什么这样子？不然我有个方法啦，我重开游戏。你要重开？对，我重开游戏就好了。那好啊，可以啊。你先让我等，我把这根木头弄完。好。对。还是你买到17啊？怎么可能是17？我看一下19啊。可是我们玩17的、欸。你没有啦，我们玩19的啦。你欠揍、啊！有没有刚才吓一跳啊？还是要 DLC？ 没有，没有 DLC 吧？我们买 DLC 吗？不知道，没有吧？加入直接飞我吗？还是我等他重开？我重开好了啦，还是人满啊？应该是还没满，我觉得我重开。
习得 buy DLC 还是因为没有 DLC 的关系？要买 DLC 啊？我有一个 DLC 啊，我是有一个，他那个 DLC 是原本预设就有的，预设就有的。我会看一下，看一下他的 DLC。对啊，可是凯凯没有买 DLC， 他也能进。你们这是有心结。我们两个网路相冲。不是，威尔森，那个这一根是要锯，你不锯我拉不起来。你这根你不锯我拉不起来。我看有人进来了。为什么我就没办法？你先等我把这根木头。已安装所有模组可下载内容。所以等于是你根本还没下载。你奶奶的，你有 DLC， 你跟我说没有。啊、所以你知道什么问题了吗？我知道，就是 DLC 啊。OK。可是 DLC 不用买吧，因为它那个是免费的啊。我看一下，那是免费的。凯凯既然能进的话，那就代表应该可以进啊。对啊，内容我看一下 ，DLC 打勾就好了。打勾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加起来了。这根树有点丑哎，长得有点像习德的那个神木，习德的那个我的手臂。你手臂长这样的，很丑，是吗？又大又粗，手臂还行吧？还行啊。正在载入 mod 后，我们这个车哦，如果在台湾上高公路，马上被警察拦下来，是100%被拦下来，没有被拦下来，我就要偷给你。那我们等一下开这台车先去那个吧，小鸡那边。我看看能不能进。好好好。还是没办法，为什么？那我重开了，你不用死，我直接重开就好了。啊！但是你要等我一下，我先把这根夹起来。可以。威尔森，你车子开过来好，我放你车上啦。对对对，我放你车上。你那个打开你要打开啊！你要不打开，我没办法、啊。我这次晃很怕、欸，把你车子砸坏。我技术真的不错，哈哈哈！等一下，卡住了，三小，为什么？有 bug 哦，为什么放？好，有了，不是，他刚才卡 bug， 我放不下来了。我把车子一起夹起来了，那我重开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OK， 我先存档。等一下，存档。存档在哪里？储存游戏。好，我离开游戏了。再重开一次。我其实可以夹着他们车子跑、欸，那还是我把那个小鸡的车子夹到野外，要求赎金。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赚？你这个太凶狠了吧？还好吧，你是那个鲁人倒车集团的是吧？就他有一个 DLC 哦，1.0.20 那个，1.0.20，模组我看一下哦，只能八个人是不是 ？OPC 的游戏只开八个，对啊，1.0.20那个，那有些观众要被排泄了，排泄不能那么多人，就等一下，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。没有关系的。有了。皮黑大量发生。我真的没办法进去。你是出现什么讯息？
无法进入那个啊。哈？你是什么东西没灌吗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，不行吧？被排泄？对啊，你应该……我刚好连不进去。DLC 也不行。嗯，我那个已经装了，那个 DLC 是有打勾的。他说我无法建立多人游戏连线是怎样？你跟谁一样、啊？嗯，对啊，还是 Net 的关系。但为什么小鸡可以加？无法建立多人游戏的连线啊！我选 International 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是选哪一个？也是呀，也是那个。可是人家都进得来啊！完了，没救了！完了，完了，没救了！我们公司要倒了，公司没救了吗？公司没有好员工。有什么没调吗？可能吧。防毒？我继续说防毒呢？防火墙？防火墙？我去逛看看。好，我有这种东西吗？应该也不太可能吧。去看一下、啊，搞不好有可能啊。还是你 Steam 没有上线，也不可能啊。Steam 没上线会吗？可是我 Steam 有上线了。我也没办法。欸，是哦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最近都在玩那个有点糟糕的游戏。我都直接开着玩，难怪你遮遮掩掩。真是的，遮掩勃，遮掩勃起的罪名。很小啦。可以直接像我一样，就不隐藏了。剩下一个名额哎，赶快哦。正在开啦，那你们先解决吧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就是看能不能开伺服器，开伺服器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。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开主机的关系才有这个问题。嗯，对吧？可能再看看能不能弄伺服器版本，然后我们就直接连那个伺服器玩吧。我需要道路救援。啊，不要，我自己下来，我自己下来。而且为什么会跟树连在我轮胎旁边？不太对吧？这棵树怎么长这样？我的车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点变像雪橇的概念，大家有发现吗？这已经变像雪橇了吧？到底是轮胎带树走，还是树拖着轮胎走？我都快看不出来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你怎么也翻了？那个树在搞事哎！我现在只要往右转就会。还是不行吗？真的不行的话，就不然我明天请那个、啊，明天请人家研究一下，或者我自己去研究一下。啊，我开个伺服器啊。对啊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先把该死的防火墙给关掉。好，如果他可以伺服器可以多一点人的话，那也不错啊。至少要先把农场盖起来。欸，他们那个树木都不清理耶，你这会被道路警察给处理掉吧？老皮会去看哥吉拉吗？已经定好周日《幸运微秀 4DX 3D》。好想看哦！你们有多少人要去看啊？你说24号《哥吉拉大战金刚》啊？有多少人会去看？我也要有时间了。IKE 说他改了网路设定才进得来的，那你可能要改一下哦，你应该也是一样的问题。网路设定，哦哦，
哦，我有声说 help， 他应该翻车了，我猜。哦，改网络设定了，等等，我看一下。我有个问题，车子如果翻车怎么办？那道路救援啊。我看小鸡他们能不能来救。啊，不对啊，我自己可以自救啊。我忘了，差点忘了这件事情。我可以自救啊。我是无敌的、啊。跳水跳。我就说了吧，我是无敌的。不演了。这个平衡重心完全就有问题。Oh fuck！ 我好不容易才救起来，哎，怎么又翻？我有事，我搭过去救你啊！我先把木头载过去，不然我自己会一直翻车。这个平衡要考虑到。你去开一间修车厂，保证赚，赚翻了！我跟你讲，模拟农场修一次就几百几千欧在跳，赚这肯定赚翻。油压坏掉啦，然后底盘坏掉啦，车体磨损啊。翻车道路救援啊！我觉得买拖车应该也蛮赚的。哦，独立架设可以16个人，主机只能够8个人。那我觉得明天弄看伺服器好了，因为伺服器的话就可以一直开着啊。你们种田，我就设5倍数嘛，没事上来种，然后晚上回来收成这样。嗯。拉法也要揪引是不是？拉法要开中了吗？开太快了，不是他这游戏的方向盘还是要接啦，会比较真实一点。然后回去救威尔森了。哇，7600！哇，这个比那个还要赚呢、欸。木头这么赚哦、喔。哇，木头很赚呢、欸。我先回去救人。什么视角？哦，怎么一个看自己下面的视角？东西啊，不知道感觉有点，看那视角有点恶心，视角怪怪的。等一下，我这个视角看不到啦。完了，大明湖畔的威尔森吗？我来去救他了。没关系，等我一下，我来救他了。小溪农场剩下13000呢、欸，他们好像倒闭了。
他们都乱买东西啊。对啊。哎呀，人家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开开心心在那边弄，就让他们两个自己过嘛，对不对？感谢。我们也可以两个人开开心心弄啊。嗯，你想弄哪里？种田的部分啊。可是我比较想要砍木头。可以啊，当山老鼠也蛮好的。嗯。只是速度不能太快，不然很容易繁殖。为了生还在这里啊！哈哈哈哈！为了生，我来救你了。快点把它翻过来！哎，我觉得我这个可以做道路救援车，哎，翻一次给我1000块这样子。有没有这么狠啊？还好吧，哎，我开车过来，我卖个木头可以卖7000块。我觉得还好吧，对不对？嗯。把它翻过去，还是要这样把它夹回来。来来来，你先不要转，你先不要转，你这样越转越糟糕，你好。我帮你把你推正的时候，你再转，这样会比较好。不行，推力不够。对，我们不是有堆高机吗？有了，推正了，推正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真的可以去做道路救援欸，谁那边乱丢木头？没收。没收。他也翻车了。哇，好啦，这个当你的过路那个啦，道路救援费用，可是我要先收钱。我先收费哦，收完费我再帮你弄。哎，你把它剪掉，我就不帮你那个了。还想偷稿？其实又找到问题了吗？他们说是调网络设定就可以了，可能连接副那边要处理吧。可是，哎，他们车子救回来了吗？因为你要下来啊，因为你要下来。啊？什么？你要下来，不然我没办法跟你沟通，我需要那台叉车。好，你车子呢？我刚才帮你救援哎。我请别人救援。是哦，啊，可是我都收道路救援费用啦、啊，所以要还来啊。我没有还的意思啊，拿哎、欸，你都把人家请到这里来，你叫人家还，我哪有打电话给你？你没有啊？那个你路上抛锚，我们这个按照政府规定，就是一定会到这边帮你弄啊，不然那影响交通啊。还顺便捡我家的木头。那个是道路救援费用，刚好我想说你没办法付现金嘛，不然我跟你筹1000块，你给我1000，我木头还你啊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马蛮赚的，马多五，它好像多5000块。马多少钱？马一匹好像是5000，然后你每多养5%的那个健壮，多多少？多5000哦。嗯，好像是这样，因为我现在也还在骑它练它的健壮。嗯，所以就是你这样弄是赚5000块这样子。莫娜姐要不要玩？我卖完就卖完。好，你知道我刚才抓木头抓一抓卖7000多块吗？7600多。刚才都我家的钱呢、欸。没有，我挖自己家的啦。
我就把那个回去哦。那好。谁洗兵？萨诺斯是不是？萨诺斯，弹指，让你 ban 不见。ban ban ban， 萨诺斯，欸，他已经追随好几个月了，干嘛突然这样？不乖不乖，就直接先给他那个啦。对啊，追随好几个月，怎么突然？好了，我先处理啦，那个有点不乖啦，他洗太久了，这很可惜啊。好像买过上一代哦，这代多很多新东西，还可以养马。怎么多一根奇怪的东西？啊，我们明天来弄伺服器好了。好啊，我觉得真的很怪，我好像也没办法改。对啊，不知道什么问题，伺服器应该都没问题了。我设定那边有条，可是没办法。新注音我也常卡哎。新注音你用那个、啊。Ctrl 加空白把它给先锁起来，玩游戏的时候把它锁起来就好。没有没有，是我是说它新注音会把一些按钮吃掉、啊、比如说我打我之前打比如说打半，我要打半嘛，然后有时候它那个半它的那个按就会被吃掉变成波，然后我之前打弓嘛，歌乌翁嘛，然后它的乌就会被吃掉变成歌翁，就没有乌了。然后坐啊，我打坐的时候也是啊。所以你看，我最近就打不出那三个字啊，就是因为我那个新注音出了问题。嗯。Steam 版的不能到伺服器哈？ Steam 版为什么不能开伺服器？真的假的？在搞？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不能？新注音，哇，这样有点搞，其实。哎，伺服器不能开啊！可有了有了。不然我等一下再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办法再处理这个。原来那个可以直接搬起来，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放我车上？我那边夹很久，浪费油钱啊。没有，你直接放车上啊，还可以。不然会浪费油钱啊。奇拍坦哦，奇逼拜拜。现在又要涨价了，每公斤又要涨价了。每公升啦、啊，哦是哦 ，Steam 版的不能用了，对不对？没有、啊，你看你是不是那个 Net 的问题啊？如果是 Net 的问题的话，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。Net 很简单，就是调你的那个小乌龟就可以了。我知道你说录游戏那边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我刚有去看，他好像没办法让我去动到里面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上网找那个小乌龟的密码。我有找啊，我有进去了，可是他不让我那个，不让我。你要用那个管理员的权限来行。对啊对啊对啊、嗯，工程师的权限。新增或移除那边。皮先生，董事会要求你解释一下账目，为什么农场没看到有什么发展，但是却一直有收入啊？我们种的东西比较不一样，好吗？我们是种让别人带来幸福的植物啊。我们这边有很多那个中南美洲的大盘商会跟我们采购哦，然后一直都有稳定的需求哦。
这个国际行情都还蛮不错的，所以有收入正常啊。哦，这个椅垫还会一直晃哎，好逼真哦！要怎么开车灯？车灯要怎么开啊？就是下车。不知道哪个是车灯键。浮动 IP 哦。你要问一下喜德，这我都不太清楚。我知道按 F 键啦，但是我是用摇杆。我想要测试摇杆是哪个键。他就说你应该是浮动才会进不来。因为我是浮动 IP 啊。R B 加 B 哦。内行哦。魏神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亚比新模式 DLC 啊，哇！哎，他真的一个个运呢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一年了，好可爱啊！哎，他运很远呢，他真的好辛苦哦，他要从地图左下角运营到左右上角，哎，哇塞，你为什么不用卡车运？我有事你去帮他啦，我有事你帮他啦。感谢西西，还是我用假的啊？有办法用假的吗？南美植物，哎，好，他要怎么？那你是要飞机还是要用船运？真工具人，真工具人，他开堆高机慢慢堆，然后堆到那边去。可是你一般来讲，你这样上路已经违法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我要泼他人水，是正常来讲，你这样已经违法了，你可能那个罚单都还不止你赚到那个钱。怎么有一台农具？要比大声了。这个游戏如果一群朋友一起玩，蛮好玩的，可以开好几间公司，然后大家互相竞争、互相合作。比如说，你今天要找人家采收，你可以不用买机器啊，你就是直接叫你朋友的公司过来帮忙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削翻，那你就比如说给他设一个价格嘛，例如。他可以开任务，给他个1500，然后帮你采收什么东西这样。没方向盘能玩吗？可以啊，我现在用摇杆玩的、啊，用摇杆玩还蛮舒服的。哎、欸。皮先生，请停车。我是林务局的，请告诉我你车上的树木是哪来的？自己家里面的啦，我都有合法证明了，我都有合法证明。感谢欧西里斯，今天要玩吗？我们想说要不要开伺服器啊？不，那我们开个伺服器，可以大家一起玩啊。你要去捡漂流木？不用啦，我有买的机器可以直接用假的啦。当山老鼠啊，来啊！我家地很大、啊，我有买啊，我还有地契哦、喔，我花了十几万啊，二十几万、啊、还是九万，我忘了。二十六号牧场的后面林地，我把树砍光啊，后面可以顺便盖牧场啊，养一些动物吧。这样也不错。最近安排拍片拍到满了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啊，要多吃一点那个高蛋白啊，不然我怕你拍片拍很多，用量多比较辛苦一点。你这说法怎么感觉怪怪的？
我碾过去。不用担心了，一边是体要顾好，一边是喜天，他们脑袋色情吉娃娃也在望不停，让老皮直肠外露，叽叽打皮皮。什么东西啦？不要乱唱一些奇怪的歌词。感谢订阅，但是真的很变态。对啊，把山挖空也可以养鱼啊，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办？我这台车快要没有价值哎、欸，我们速快砍光了。其实这样也是蛮好的养地的方法、欸，因为你可以先靠砍树，把树砍完之后，就有一笔钱嘛，然后再买一个新的地，再去把那边树砍光，砍完之后再去买新的地，周而复始，然后弄完之后你就买了一堆地皮，然后之后等这边炒起来盖。一些什么捷运啊，然后工业区啊，南工北工啊，有没有？就学一笔。哎，可以，这要切一段哦，不然这个太长了，这太长了，我没办法，这可能要切成三等份吧。对，这要切三等份，不然我就载不下。OK， 有了有了，在地的在地的，有了有了，猛男砍树枝，有了习得啊，不然我明天弄伺服器啦，我们。到时候我就把档案弄过去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怪有拉法，拉法，你的声音好可怕。对啊，你最近麦怎么会怪怪的？有一种幽灵之声的感觉，就很有空灵的那种味道。明天可以玩玩了，好啊。那我明天弄伺服器，一起进来赚钱了，削一笔。好、哦，我们目的就是要收购小鸡的他们的农场，我要低价恶意竞争他们的那个任何农产品，然后让他们倒闭之后跟我们借一笔钱，之后就被我们买断嘛，他们就要免费成我们的劳工。我要在他的农场，你那个什么啊，他产出来的牛奶里面放那个蚵仔煎啊。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放阿珍？收购啊！啊啊！三小，三小，低价并购他们公司，他们公司快倒了、啊，他们公司现在没有现金流，他们等下就倒了。因为这游戏重点还是要制造现金流，经营企业你没有现金，他买不了。原物料嘛，他到时候连马的饲料都买不了，然后我就跟他就是收那个，比如说贷款费用嘛，对吧？他就要跟我借钱去买马的饲料，不然他就是连马都养不起。然后之后就是为了要卖出那匹马，他就要跟你借贷买饲料，买完饲料之后呢，卖出去的钱又要还那个利息，就这样恶性循环。路不服输，最终走上不归路，成为脱衣舞男，然后把他抓去给牛看那脱衣舞，因为之前听说什么猪鸭鸡牛啊，听音乐他们会心情很好，就是比较产出的东西比较高一点，品质会好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是同理可证嘛。也不是每个动物都喜欢听交响乐，有些应该喜欢听比较重咸口味的，或是看比较重咸口味的嘛。所以我们就准备脱衣舞男，这感觉怪怪的。不会啊，银之匙礼一般。
池啊。欸，我们这波卖完，我觉得我今天可以赚到十万块。没有改时间长短的话，小鸡养马一定亏爆，对吧？你看为什么我不改时间就是这样啊？因为我就是要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等待的困难，然后当他今天一直要不断等待的时候，就会想要花更多的钱去做投资，啊，因为等待是令人残酷的一件事情，等待很不舒服，没有人喜欢等待。所以为什么现在这种游戏啊，都要放一个什么一键加速，然后要你氪金，是不是？什么乳牛的本本？我先把那个锯掉好了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锯得掉吧？这个如果没锯掉，价格会低，对不对？这要怎么锯？哎，锯不掉呢，只能锯那个木头。哎，那上来这里就要锯了，啊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只能这样了。好啦，靠你了 ，K， 靠你了，靠你了。他为什么会五空速啊？他为什么可以五空速？这什么技巧？还可以，车先给你开啊！你知道拿去哪边？你知道拿去哪边卖吗？这根直的也不错，真的蛮不错的。你不知道吗？哦，他不知道，那我开去卖，我开去卖。左脚踩右脚，右脚踩左脚。哦，哇，你好聪明哦，可以这样子是不是？哇，被你发现一个突破物理学的尝试了。哇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你开个实况示范一下好了。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些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些轻功就是这样子吗？感谢 NOON， 感谢，没错，真的，那你示范一下嘛，踢云众啊。大头比较小头是怎样？他们这是什么机器啊？他们现在干嘛？哦，他们现在哦养牧草是不是？哦，他们已经养牧草嘞，习德，我也很想要赶快进去啊。重点是养牧草了，我们现在还在那边锯木头。哎呀，木头绝对比较好赚的，是吗？我觉得他们这个也是很容易发生公安意外。哈哈，看他们出来，公司一定会倒闭。这么不爱惜机具，这个最后一定倒闭的。然后农场主人每天都不做事情，就是一直在骑马。然后把所有的重担都给他的女朋友做。这100%倒了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你们大家看出来了吗？聊天室有看出来吗？
为什么不开来车把那东西拉走？一定要放那边是怎样？好痛苦哦！不管，我要先做我的工作。可以一次采收哦？真的吗？太那也太方便了吧！原来可以开侧灯哦。他们应该是没钱在买任何东西，因为他们现在连租机器的钱都没了。可以借钱吗？不行吧？我看一下。哎，他们怎么又变十万啊？他们又卖东西了是吗？为什么又有十万块？你机器买了又卖，买了又卖，很亏哎、欸。借贷款之后会有利息，会太多会还不起，所以我们都没借啊。维修工具。有这种东西吗？你讲的应该是现实生活的吧？这边人乡间开车时速只开到十，海边其实蛮漂亮的，我们再开车去海边逛一逛好了。3900，哦，八万块了。这游戏可以洗车，真的吗？还能洗车哦？不然可以钓鱼吧？好美哦，西德。这边有点，有一点点东部的感觉，有一点点啦、啊，有没有？稍微有一点点那么东部的感觉。什么骑士？不是，这种海岸加这个港口铁路，不是就有一点东部的感觉吗？只是说没有东部那种大峭壁而已啊。哪里叫歧视了？刻板印象。我去年才去花莲、台东玩了一遭，然后你跟我讲歧视、刻板印象，不是就有一点？你不觉得这有点像吗？它就只是它的田边没有水沟而已啊。它如果田边有那个大排水沟。然后路这边种两排路树，对不对？就超级像东部的啊，超像东部的。然后把牌子换成那个台湾的交通号志牌，不知道有没有改模组啊？改一个东部花莲，欧巴哈，然后弄一个结冰水嘛，对不对？放个冰蓝滩。是不是侮辱？没有，没有侮辱啊！哎呦，差一点！定攻防很多地图啊，真的吗？这边路真的不好开啊！我不应该走这条路的，我现在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我家在这边吗？对，好像是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们也跑去打工了，好好笑。
让我东部接工商，不要这样。有一个新闻表明，他说他是原住民，后来就有人问他说：“你骑山猪吗？”其实要看什么场合吧。如果是好朋友，我觉得好朋友这样互呛，我觉得还好。如果是跟陌生人的话，你这样讲真的蛮没礼貌的。讲实在的，假设如果说我是在路上遇到陌生人，我遇到刚刚他说：“哎，你客家人。”然后他就讲说：“哇，那你一定冬天洗澡都不开热水的，大便都用手擦喽。”这样我会觉得很冒犯。可是如果是假设我今天是在路上遇到 Big Boss， 然后 Big Boss 他现在知道我是客家人，他如果他跟我讲这个话，我就说靠北了这样。但是不会觉得就是说他是真的在冒犯那种白目。就是好朋友的那种白目，你懂吗？那是两回事。所以我就觉得，这东西就跟我对于南部人骑山猪这种刻板印象是差不多的。你现在是在追我们南部人吗？是。我上次去南部看一堆人在骑山猪啊，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台南的那个牛肉汤门口那边有好几个那个庄。专门就是在拴那个山猪，拴那个山猪啊，我懂啦，我知道。然后大家都骑着山猪去吃那个牛肉汤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有人专门就是会去扫那个，就是山猪的那个猪屎的，对，扫粪工。哈哈哈！开战了，我先攻，我南部人出门都骑山羊，什么东西？那你大便真用手擦吗？靠背哦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同学，他上完厕所他从来不擦屁股，好恶心哦！不是，因为他都只用水冲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没有啊。他应该是用手挖一挖之后，然后洗手。什么手挖一挖？干，恶心死了！就是像我的话，我是习惯我擦完屁股之后。我还是会拿水冲一冲。我说现在不是都用湿纸巾吗？就是两段，我不行，我觉得你没用水再冲一冲，我完全不能够。像我出去外面，我就尽量不要在外面上厕所，因为在外面上厕所都不能够，就是再冲一冲的，就是擦干净之后再用水冲，这样才不会觉得好像有那种残留在屁股上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感觉屁股有那种。就是心理上啊，其实你擦完应该就很干净了，但你心理上会觉得怎么办？好像不用水就感觉没有要洗到很干净。那也可以去买免治马桶啦。对啊，就买免治马桶啊。所以在家里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，可是不是外面都有免治马桶啊？那是没错啦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我有个朋友他也是一样，可是他。是之前住宿舍是，就是我不懂哎，你好歹你拿卫生纸擦一擦吧，他就是连擦都没擦，就是直接内裤穿起来，然后就跑去浴室洗，那有时候就看到一些东西在地上飘，就觉得超恶心，我就不懂为什么可以做这种程度，怎么恶心啊？很恶，真的超恶的，真的是不太行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上厕所都不擦屁股的吗？因为我们不是大家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以前大学嘛，大家都是只穿一件内裤在宿舍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看他的裤子是不是？不是，没有，是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，但就是那个问题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呢去浴室去厕所的时候都是带包。卫生纸嘛，就是那个我们的抽取式这种的，然后就是什么150抽什么春风啊之类的，五月花，然后就看他上厕所从来不带卫生纸，我就觉得很怀疑说不对啊，他就跟我一样穿一件内裤，上半身也没穿衣服哦，就穿一件内裤而已，然后你为什么去厕所不带卫生纸？也不可能放到内裤里面吧？那到底放哪里？然后后来他每次去完之后，我们弄完嘛，他都。
always 会去浴室，我就想说，该不会他根本就没有在擦屁股，然后都说是去浴室直接用冲的。我就觉得，干，好好恶哦、喔，好恶，也有可能我误会他啦，有可能误会他。垃圾桶有一堆卫生纸，拜托不要，我真的拜托不要，也是有可能误会他。水湿湿的，直接擦，直接穿内裤吗？我不太清楚了。先转一转，再舔一舔，泡泡牛奶。那可能只有你会这么做吧，小刘。正常我是不会这么做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这台不行，这样会倒。好，倒了。不会这样可以吧？我看一下。如果说我这样，然后。一举会不会？不会。上厕所，我朋友上厕所都会洗手洗很多次。一开始觉得他很爱干净，但有次看他上厕所没有洗手，我就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不洗手了。他说他这次有记得带卫生纸。那不就是我说的那个吗？用手抠。有够恶，不行啦，太恶心了，我现在想吐了，我先去厕所吐一吐。好啦，啊，先开到这边啦，我们先开到这边，然后明天我再那个吧，明天我再弄伺服器， okay. 好吧？哎、欸，他运到一半呢、欸，他水泥运到一半，辛苦你了，皮皮工具人，辛苦你了。他运了好几包，他都运几包啊？皮皮工具人总共有几包？水泥就几包啊？你刚才运了几包？他运一半嘛，所以他应该跑了，如果八包，他就跑了四趟，四趟来回来回来回的，六趟哦。帮你有帮他、哦？皮皮工具人，没关系啊，明天我帮你运。明天我们弄到伺服器帮你运。好啦，先这样啦，大家晚安了，大家晚安，早点休息，好吧？大家早点休息，不要太晚睡了。明天我开伺服器，我看怎么开啦。有人说要买那个官方网站版本哦、喔、，Steam 不能开吗？可是应该这种游戏都可以直接去抓那个独立伺服器，它不用启动游戏吧？就是只有单独启动伺服器端了、啊，应该都是这样吧？可以租哦，我们不用租啦，干嘛租？不用租。伺服器需要独立的游戏序号，哇，太黑了吧！太黑了吧！黑暗兵法、欸，哎，那样子我可能要先去处理一下我的连线问题了。好，你看看吧，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，那再那个吧。嗯，对吧？好啦，先这样啦，拜拜，拜拜拜。好啦，大家晚安晚安。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拜拜，晚安。